就是第十四页后面的第五行，五六七三行，然如前所列四地名数，一直到，故向下名数更不再列，这三行就是通后三教，说明通后通别原三教的这个四地意义。第三，两重因果，说明四地呀、苦集是世间因果，灭道是出世间因果，这两重因果。正文就是在第八行，然四地之中以下，一直到这个问答下面这个第十五页开头这个问答，答的下面是故然也，到这里为止，那是第三两重因果的文字。现在就先讲证明四谛，证明四谛啊，正说明四谛啊，分两科，一标明，标出四谛的名目，就是第十页的第二行，言四谛者，言四谛者这四个字，就是标明，标出四谛的名目啊。所谓四谛，前面说一生灭四谛教，所谓四谛是哪些四谛呢？言就说，所说的四谛就是下文，把这个四谛的名目标出来，这是标明。下面释义，解释四谛的意义。解释四谛的意义啊，就是按照四谛分四科：一苦谛，二集谛，三灭谛，四道谛。这个四谛法都是先说果后说因，凡夫是为果，那么声闻人根性比较钝，要知苦才能断集，目灭才能修道。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声闻人他的修行入门呢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明也就按照这个次第啊，先说果后说因。第一，先说苦谛。那么关于这个苦谛啊，这里分三科，苦谛分三科：第一，开种出别；第二，烂别为种；第三，解归苦谛。我这个三科的名目啊，跟这个正文稍稍有点不同。因为要把这个意义表达出来，需要这样子分呢、意义才能够完全表达。苦谛下第一段，开种出别，开就是开出来，先开列，开列出种的名称，列出别名，列出苦谛的别名。开种出别有两科：第一，标明义；第二，因诵师。正文：一，苦谛，二十无有，一正二报是，这就是标明义，标出苦谛下所说的关于苦谛的这个别义。苦谛就是种，开列出种就是苦谛的名目，列出苦的别义，苦谛下的别义是二十无有，一正二报是。二十五有一正二报就是别，是列出这个别义，开出总名苦谛，列出五有二十，列出二十五有一正二报，这就是别义，叫做开总出别，所以叫做标明义，标出苦谛下的名称跟它内涵的意义。下面第二，因诵师。引证居舍论里面的颂啊，居舍颂来解释这个二十无有。因为上面的开种出别的别里面呢有二十无有啊，所以这里需要解释这个二十无有啊。那么这个二十无有就根据这个颂啊，这个颂就是出在居舍颂，居舍论颂。居舍颂里面有这么一首颂，可以把这个二十五有包含在里面，
所以下面的言二十无忧者，四周四恶趣，六欲并梵天，四禅四空处，无想无乃含，这就是颂啊。四周四恶趣以下这一首颂啊，就是二十无有的颂啊。这首颂读熟了，二十无有就包含在里面了啊。这就是音颂式啊。我把这个科判先把它弄清楚，然后再解释啊。这一首句颂就是解释那个二十无有啊。现在就是把它合并起来说明啊。先说这个苦地，这个世间是苦的啊。只要在人间活了稍微有一段时间，有几十年的经验呢、啊、应当都会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的啊。我相信在座诸位都会体验出来这个世间是苦的。我记得民国37年冬天呢、啊、我在中立圆光寺读佛学院亲近慈航老法师的时候，慈老是院长，他教导学生呢、啊、有些很特别的，可能现在也未必这样做啊。大概是开学之后不到一个月吧，有一天晚上啊，那么圆光寺常住上来了一班客人，住在那边有几十位。那么既然有客来了，老法师就利用这个机会啊，要给学生们学习演讲啊。那么那一天来的都是主东一带的客家人，他就找到我的头上来了啊。我是个客家人，那么这个老法师他叫我去演讲啊，他还要替我定题目的，而且这个题目啊，等到我上了讲台啊，人家问了讯之后，大众坐下来，他才把题目定下来。这个如果没有一点把握的话，真是为难极了。大家问讯坐下，老法师就到了黑板上写题目，来，我给你题目啊，人生究竟是苦是乐？既知是苦，从何出离？他就把这个题目写出来，要我解释。啊、假如你没有一点点功夫啊，那真是要给他弄得下不了台。啊、那么他就要你发挥人生究竟是苦是乐。哎，我根据这个题目啊，我就先讲这么一个故事。我说从前有这么一个人，山脚下的是个有钱人，很富有的。家财万贯，是一个员外啊。山上是个一个穷人家啊，衣食住三长不足啊。那么一般人都认为有钱的就是很快乐啊，没有钱就很苦，一般人都是这样认为。我说不见得，有钱人有的时候很苦，穷人很快乐，会有这种情况。这个故事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山上的那个穷人呐、啊，他的房子破破烂烂，墙壁都是有些地方内外透明的，啊，都是一些草房子嘛，草房子墙壁也是草的，那个草等到旧了破旧了就会掉了啊。那么有些地方啊，但外边可以看到里面的，因此啊，这个穷人，但是他每天都要去挑担啊，做苦工挑担才有的生活，今天不做就没饭吃。啊，天天要上工才有饭吃，可是他很快乐。他晚上回来洗个澡，吃个饭了，他就在哪里呀？夫妇两个，一个唱歌，一个在演闲呐，他蛮快乐。可是山脚下那个有钱人呐、啊，天天就皱着眉头，很苦恼啊，没有一天开朗的日子。那么他的家人就说啊，我们家里很有钱呐、啊，生活很好啊，你为什么这么苦啊？你看那山上那穷人，他没有钱他都能快乐，你这么有钱为什么不能快乐起来啊？这个有钱人的员外啊，他就说有钱才苦，哎，有钱长苦哦啊、哦。那么有钱为什么会苦啊？谁也不相信。那你不相信明天去试验看看啊，让你试验看有钱是不是苦啊。我们家里金子很多，白银也很多，古代人用银啊。
他说就叫明天呢，就叫这个家人啊，这个奴仆啊，啊，把这个窗户打开来，挑了一担银呐、啊，白银，挑一担银去送给那个穷人啊。然后这个员外啊，把这一担银送给你，你可以去做生意啊，那你的生活就很快乐，不会那么痛苦，不必天天去挑担子。啊，他正准备好要出外去做苦工的时候，山脚下的员外叫人挑了一担银来给他了。他一看吓了一跳，你挑这个东西给我做什么？他说我的员外给你呀、啊，你这样挑担子很辛苦啊，给你生活啊，你可以做生意啊，啊，可以盖房子啊。啊，他说不敢接受，但是他已经挑来了，他摆在这个他的这个房间的前面了，他就跑掉了。弄得他夫妇两个啊没有办法去做苦工了，这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两个人对着那一担银呐、啊，想办法。我现在我们的房子破破烂烂的，这担银摆在这里呀、啊，性命都恐怕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的。两个人整天就在计划，我们现在这担银呐、啊、要摆什么地方？这一个地方，厨房里呀、啊、放火柴的，啊、嗯，那个放柴的地方啊，烧锅的地方。把柴搬开来摆在那里面呢，把柴垫上去，这样人家看不到吧。那么那些木材放好了，自己跑到后边去看，有好几个地方都是破了洞洞，后边一看，哎，白白的银都看到，哎，这怎么行啊？他后面外面就看到了，晚上如果有土匪来了，我们不是没有命吗？不能这样放，又搬出来，搬出来怎么办呢、啊、床脚下最好了，那个地方应当看不到吧。又把床啊，他的床都是很简单的了啊、一些草啊，一些这个竹子啊，把它搬出来，把这个银就放进去，又把床布好，哎，不对呀、啊，还是到外面去看看，能不能看到啊？后边一看，嘿，糟了，又是看得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天黑了，连饭都没吃了，怎么还能唱歌？哎呀，那没有办法啦。那天晚上当然就没有唱歌了，也没有拉胡琴了。下面的员外就跟他们的家人说，你听听，你今天这个早上银挑上去，晚上没听到他唱歌了，也没有拉胡琴了。你看，我说有钱才苦，对不对呀？他们穷得很快乐，现在他们苦了，我们给他一担银子他就够苦了。他们两个保守那个银呐、啊，整个晚上都没睡觉，两餐没吃饭，你等到天亮没睡觉，天没亮啊，这个做工的两个人就把这个银挑下来了。员外啊，这个银还你哦，我不要哦，哎，我好意给你呀、啊，也不要你的利息，我是送给你的，你为什么不要啊？哎呀，你这一担银害得我啊，两餐没吃饭，整夜没睡觉，还你不要，丢在他的门边就回去了，又去挑担子了。挑了一天呢，就又吃饭了，吃饱了，晚上又在溜逛车了，又在唱歌了，又在拿福清演员了。哎，你看看是不是穷人比较快乐，有钱人苦吧？世间上，当然不是个个都如此了，有这个例子。那有钱的人一天到晚都在顾虑到他的钱，你看现在那些有钱人不是很苦恼吗？一天到晚都是在做守财奴，那穷人蛮快乐的，所以不见得有钱就是快乐，穷人就是苦，不见得。实际上这个世间一切都是苦的，最后鼻子没有风了，整个都是苦的。我当时曾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也搬出来给诸位做参考，回去看看你的银子哦。那么这是苦地，苦啊，这个世间苦。佛经里面对这个苦的说法种类分得很多，有三苦：苦苦、坏苦、行苦，啊，有这三种。欲界三苦具足，色界有坏苦有行苦，没有苦苦；无色界只有行运流动的苦，只有行苦。但是究竟三界就是苦的，没有一点快乐的地方，这三苦的总义。那么无量寿经里面说无苦啊，平常一般的习惯说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愿之胜苦，是八苦。菩萨藏经里面说十苦，有十种苦啊，他这十种苦生老病死四种了。他说愁怨第五第六，凡是感受的时候碰到苦受也分为一种，是第七是苦受。
第八，油，油脑，心里的油脑啊，油，油的煎熬也是苦，是第八。痛，第九是痛，如果是有病啦，或者是长疮啦，皮肤啦出毛病啦，这是痛，痛也是苦，第九。第十，生死流转苦，轮回生死流转不停，这是第十种苦。这菩萨藏经说十苦，瑜伽师地论里面说110苦，啊，数目最多的，世间的苦有110种之多，现在不能一一把这个名目列出来了。关于这个苦地呀，不用细说，大家都有经验的，个个都有经验啊。无论是生老病死，死虽然还没到，生已经过去，但是老与病啊，还没老的病苦也未免啦。世间上我看不害病的人很少，要完全不害病的人很少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说，张飞也怕病啊，说是这个三国时代的张飞最勇了。他在长板桥啊，只是一个人就吓退了曹操的百万大兵。哦，那可见他的勇啊，这是可怕了。可是他有一天在孔明面前在点了，他说我什么都不怕，曹操那100万的大兵我都不怕，我还怕谁呀？孔明听到他什么都不怕，就拿着笔啊，在这个手把把掌上写了一个病字，写好了伸给他，这个你怕不怕？他一看，舌头伸得很长，呵呵呵呵，这我怕，杖包啊，蛇矛呀，没有办法对付他，他这个我就怕了，张飞看到病字，他就害怕，连退三步，所以流传下来说，张飞也怕病，这个病的折磨够苦了，所以世间，在人生来说，生过去了，死没到，中间。如果年轻人老没到，病也是够苦的。纵然没有生老病死还没到，可是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尤其现在的求不得苦，你看那些读书人都辛苦啊！一出娘胎没有几岁就要开始波波摸佛，就一直要痛苦。幼稚园、国小6年、国中3年、高中3年，考大学、跳龙门，苦极了，挑灯夜战。那么辛辛苦苦啊，想要跳龙门，想要成龙，结果呀，名落孙山，苦恼啊。所以这就是世间上苦多了啊，不能说没有苦，世间上都是苦的啊。那么这个苦亦大致如此，下面解释25由。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次。是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6月24日上午8点半礼拜药师宝忏，恭请湛山法师领众。下午2点白财神法会，恭请慈仁格西主法。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2，0728202278，0728202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劝发菩提心文招生通启，此菩提心诸善中王，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愿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发起正确的菩提心？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每日我们饮食三餐，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我们有按三餐思食吗？进入由净土宗第11组醒安大师为我们悲泣指引，听闻读诵者无不落泪，修净土法门的行者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让我们在五浊恶世中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转成净善的光波，与法相应，与佛同行。课程内容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课授讲者心普法师。上课时间周六上午9点半至11点半，上课日期7月8日、7月15日、7月22日、7月29日、8月12日、8月26日、9月2日、9月16日、9月23日、9月30日，共10堂课。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报名电话：02-2631-0619，02-2631-0619。严格来说，这里所说的佛教是指中国佛教，因为佛教另外两大教派声闻乘与金刚乘所传播的地区并没有特别素食风气。传统的中国佛教素食的定义是不食肉，而食蔬果植物，并且也不吃会妨碍修行的食物。传统的持素不止不吃众生肉，
也不吃蛋、乳酪制品、酒以及葱、蒜、韭菜等刺激性的蔬菜，不仅是中国僧众不吃，其信众也都遵循这一传统。严格来说，真正吃素的人也不喝牛奶、乳制品、燕窝等。对于蛋素、奶素或蛋奶素者，中国佛教界一直是宽容的态度，所以一般允许吃素的佛弟子使用蛋、奶。在教界的表示，某人吃全素，有时会说吃得很轻。意思是，除了不吃肉、奶、蛋等动物食品外，也不吃五辛等辛膳植物。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